讯体育10月23日讯，勇士在主场123-103大胜太阳，避免遭遇连败。勇士对太阳已经豪取16连胜，延续了队史纪录。斯蒂芬库里命中6个三分，轻松拿下29分8助攻。勇士打出久违的团队篮球，6人得分上双。太阳 VS 勇士视频集锦，格林奔袭零线，杜兰特空袭暴扣，詹皇32+8+14错失绝杀，湖人不敌马刺，遭开季3连败。数据统计，库里29分8助攻，杜兰特22分，克雷汤普森16分，杰雷布科和琼斯各自得到13分，格林5分5篮板8助攻4抢断。太阳这边，布克28分6助攻，但又有次失误。沃伦27分，艾顿20分14篮板5助攻。比赛花絮，艾顿空劫暴扣，艾顿今天面对勇士试图证明自己，但琼斯和格林给他制造了不小麻烦。第二节艾顿终于抓住机会完成空劫暴扣，库里险些晃倒布克，库里三分手感一般，但面对布克防守，他一次华丽变向险些晃倒布克，随后轻松三分命中。库克压哨三分，半场结束前三场表现不佳，但库克终于抓住机会，他接到传球命中压哨三分，汤神笑了，开赛以来汤神三分手感很差。第三节他投进了三分，进球后汤神自己也乐了，全场之星。库里今天开局手风并不顺，投篮命中率很低，但库里充分利用了牵制力，首节就送出7次助攻。之后库里展示强大的调整能力，他迅速将投篮命中率提升到6成以上，三分命中率也达到接近5成。如此恐怖的得分爆发力令太阳无奈。比赛回放，勇士大师在经历了昨天痛决金一战的失利后，今天的勇士明显更加专注，他们开场祭出强硬防守，疯狂反击，不断冲击篮筐，以12-7领先。琼斯在内线压制了艾顿，虽然勇士拿手的三分还是没投开，但杜兰特和汤普森的中投犀利，勇士始终保持领先。杜兰特终于命中三分，麦金尼连续上篮，杰雷布科也命中三分，勇士替补球员做出贡献。首节打完，勇士32-23领先太阳。次节比赛，汤普森连续三个中投命中，艾顿和沃伦帮太阳缩小分差，但杰雷布科再进三分。杜兰特上场后连续投中中投，虽然艾顿空接暴扣，但勇士还是不断扩大领先优势。依靠犀利的三分，勇士一度61-41领先到20分。上半场末段，库里和杜兰特连续冲击篮筐，库克命中压哨三分。半场打完，勇士70-47领先太阳多达23分。一边的战，太阳根本组织不起反击，布克一人神勇不断得分，但却架不住勇士多点开花。四巨头均在进攻端有斩获，分差始终保持在20分以上。第三节末段，不仅麦金尼这样的边缘球员有三分入账，库里也是非常神勇连进三分。三节打完时，勇士106-81领先太阳25分。末节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，勇士开场只让格林一个首发留在场上控制局面，很快格林也被换下。最终勇士在主场反弹，轻松击败太阳，将对太阳的连胜记录扩大到了16场。双方首发，勇士库里、汤普森、杜兰特、格林、琼斯、太阳卡南、布克、阿里扎、安德森、艾顿从1达到5。